今晚 So Sir 又有嘢搞啦，咩料啊？忙不了喎、啊，忙不了。哇、哦！呢、這個就係大花錦線。哇！點解咁多條嘅？花錦線啊，呢個忙不了啊。灰色嗰個係忙不了。係啊，呢條啊。哦，仲游緊水㗎、啊？喺邊度 ship 嚟嘅話？馬來西亞。真係啊？咁鬼遠嚟啊？係啊。哇！勁啊！咦？捉咗咯喎！哎哟！我條線咁長嘅，你等佢整。魚鱗邊個掛？我知道。不能掛魚鱗啊！就把那個嘴巴那裡砍下去。不要掛魚鱗啊！要掛魚鱗刺的。可以啊。小心啊！好，你看小声刀，指上走。嗯。小心手指啊！嗯，放水，放水。鱼鳞不要打哦。哦。打它破肚之前，个把鱼鳞背。肚子不能破，鱼鳞一起的，细那个切细啲嘅你攞个图片俾我。琴晚嗰啲啊，我食嗰个成个面咁噶。唔系你讲埋个饭先，我哋话俾阿姨知想点咯，我唔好明你想。我们就是海南鸡饭，今天这鱼呢，等于是你把那个葱跟葱那个姜啊。这个丝吃得很细很细，它给你吃的头发。阿姨教怎样整这么幼的葱啊，原来要这样用牙签劏下劏下，又真的很漂亮。OK 啦。嗯。今晚又来整这个。忙不了啊！跟住馬來西亞忙不了，同長加影海南雞飯，正宗誒東南亞風味，文昌雞添啊，仲呢個。超似啊！哎呀，好辣噶！幫你揾到，但係你要俾錢先，12000蚊。到時佢掟咗你唔嚟，咪死！你而家咪死咗兩條咯。唔係，不過嗰條係五斤重嘅。唔係你咪咁剪嘅，剪雞，你剪背啫，得唔得啊？老弟，先生，那個魚是不是要放點生抽或者蒸魚醬？梗係啦。啊？有鹽喺度食，油鹽食噶嘛，生嗰啲好食噶嘛。油鹽食嘅，真係咁貴嘅魚就咁貴嘅魚就咁樣食噶啦。嗯。你咧食唔食？我食，啊呢個最好食啦。真係我知道邊啊？你點俾我嘅？你睇下啲魚鱗多到，黐線咯，真係食得嘅咩？係啊，好食啊！